想学武，你这个身份学什么武啊？想杀谁一句话，北凉铁骑就替你杀干净。我想自己动手，去武帝城斩王仙芝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一招一式都没学过，现在跟我说要挑战王仙芝？是。你呀，找张床，躺在上面一闭眼，做梦去吧。我现在是不如他，但我可以练，请前辈赐教。 你来真的了，行。想练什么？我知道。那就练刀，把刀提起来。<笑>半个时辰之内，石头要是掉了，就别找我。 接下来练四个动作：直刺、截撩、竖劈、回刃，各司天下。 乱七八糟。明天四个动作各加1000下。看来我还有点天赋啊。谁跟你说的？那您觉得我天赋有多好？我承认，你是天生练刀的材料，但刀法能练，内力真气怎么办？一起练。练是能练，可是太晚了。内力真气都是辛苦功夫，只能靠日积月累。 你这个年纪才开始练，很难追上别人。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？没有。事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这辈子也不可能与王仙芝为敌。想去武帝城，除非动用北凉铁骑。明天四个动作，我各加2000下吧。没有意义。没有内力做基础。 二流高手就是你的极限。我努力试试。内力真气。